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下列选项分别是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，哦，甲、乙、丙、丙、丁哈，啊还有戊，戊的话我忘了画，这第五个的话呢是这个。这样子，好，那么他说哈，就甲乙丙丁，丙丁这戊了哈，有五个散布图，那这个五个地区哈，一到十岁儿童罹患某疾病的人数散布图了，是选出罹患某疾病人数与年龄相关系数值最大的选项。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个几乎什么呢？几乎这个人数啊哈，跟年龄的话呢，没有什么关系啦。也就是说，你那个不论年龄是多少的话，人数的话都是一样的。哦，这个 R 的话哈，非常靠近零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它是互相关，几乎啦，完全互相关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，这个 R 甲哈，几乎是零，那 R 乙的话哈，这个呢，约略是负一啦，哦，完全呢互相关，哦啊，这个的话哈是正相关，哦，这 R 丙呢，它是那个小于一。啊，大一点啊，哦，可能是 0.7 啊或多少啊，然后这个的话哈，这个的 R 的话哈，这个这个的话也不是等于一，这个东西的话哈，它的话呢在这里的话正相关，这里负相关，所以的哈，看起来的话呢这个哈，这个东西的话呢，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也是接近于零。好，我们算算看那个 S X Y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西格玛 I 了哈 ，S I 减 S 八哈，它乘以呢 Y 减 Y 八，这样子。哦，那这个，这如果是 x 的话，这是 y 嘛？好，那你 x 减 s bar 的话，这个的话，乘以这个什么呢？乘以 y 减 y bar， 那 y bar 的话，可能在这里嘛？哦，反正的话，这个数值的话，它不会什么呢？它一定是小一的。哦，这个 R 物哈，这个东西呢，它一定是小一啊，哦，不会等于一，那只有这个是等于一啊，哦，这个这 R 物哈，然后是 R 丁的话哈，这个丁啊哈，它的话呢约略就等于一啊，哦，这是完全正相关的，所以它的那个相关系数最大的话。应该要选四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的话呢，应该要选四，好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的话，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，这个我们可以看这里哈，这里有可能的话是在零的附近，这个东西的话是在零的附近，哦。为什么呢 ？X 的话哈，它也是左右对称嘛，所以它离差的话哈，就是说哈，这一个是什么？是这是 S bar 哈，然后呢，这里的话大概是 Y bar， 哦，大概 Y bar， 然后如果 X 在这里的时候的话哈。这个x 是负，
x 正的，不对 ，s 负的，哦，这是 si 嘛哈 ，si 减 s bar 是负的，然后这里的话呢，这是 y， 这是 yi 了哈 ，yi 减 y bar 的话，就这个哈，这个它是负的哈，小于零。啊，这个的话，这个是 y bar 在这里的话 ，yi 减 y bar 的话是大于。我在这里的时候的话，哈，它的那个这个值是负的。啊，如果在这里的话呢，如果在这边的话 ，si 如果在这里的话，这是大于。哦，这个的话呢，它是大，大于零的哈，大于。si 减 i，s bar 的话是大于，那这里的话哈 ，y 减 y bar 这里是大于，所以的话哈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如果资料在这里的话，它这个值就大于，所以它有可能呢，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平均值的左边哈，这些你可以把它看成内积的，这个内积呢，它是呢，小于零的啊，这边是大于的，所以加加减减的话哈，就抵消了，所以这个 R 物的话哈，是比较靠近零的，哦，比较靠近的话呢零，哦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比较靠近零的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五的话不可能，所以呢，它的相关系数值最大的是4啊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要选4。